算你，我爸，老外不然还好，我爸不然还好。对啊，姐，我爸，老外不然还好，我俩不然还好，没事。一开，我爸，老外，哦，今天不要买三块啊。哇，贵鱼啊！哦，哇，一只黄鳝，哇，几百万块钱！哦，免费吧？啊，就搬路了。这鸟啊，两只。家人路了，家人。这不两只，你们会能搬吗？哦，几百路，还能搬？然后来了，不要来了。200块，六条你就包，一条200块，三条你包好了，一条200块，三条你包好了，哦，另外200块。